Hello Hello， 我的声音小吗？现在呢，还是有点小。那我提高音量说话吧。没问题，后面会有发 vlog 的，就是其实每次出去工作什么的都会记录下来。有些东西就因为要等，比如说录节目的时候要等那节目播出来，我才能把那个给发出来，你知道吧？对对对对对，但是有拍的，你放心。一加一等于几呀？大哥，一年级都不问这种问题，好难，我现在都不会这个问题。Hello， 哎，哥们儿 ，Hello， 好，开一下摄像头呗，我看看你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有一点激动。怎么说？没事，别激动，别激动，不要紧张，我也很激动。帅的，居然有兄弟啊！你今天也真的很漂亮，为什么一直在这样？OK， 你学服装的，没问题。